们看这一题，他说如这个图了哈，甲和乙哈各施甲施十牛顿呐，乙施呢三牛顿，啊方向相反，啊物体往右呢移动五公尺，耗时两秒，哦 t 等于两秒。好，请问了哈，第一小题，乙对物体做功多少？乙对物体做的功哈，两比二。就等于呢，三乘以呢五加负号，哦，因为方向相反，就等于负三乘以五，就等于呢负十五，哦，负十五加，所以答案应该要选 B 啊，第一小题。再看第二小题，好，合力对物体做功的功率为多少加？那合力等于多少呢？合力是十减三嘛，等于多少？等于七。那所以那个做的功等于多少呢？等于那个 Fs 啊，哦，这合力。那七乘以五，七，七五三十五。所以它功率 P 哈，是等于 W 除以 T 啊。W 的话呢，是等于多少呢？是等于三十五。啊，除以 t 的话是两秒，17.5，所以答案应该选 C，17.5。